叉十，中西亚国际大巴扎。现在进来的这个地方就是中西亚国际大巴扎，然后因为现在没有外国友人，所以简单的逛一下。巴扎是维吾尔语，意思就是集市，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喀什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名城，也是商品集散地。当年由西安出发的商旅，无论走天山南路亦或走天山北路，均在此地汇合。口岸相继开放后，打开了国际商品的通道，大批外国游客和商人络绎不绝，带来大量异国商品参加贸易，也从大巴扎采购许多中国商品。可惜的是，由于近三年的特殊情况，现在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喧闹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普通的批发市场。在这里面简单的逛了一圈，感觉大概就像一个批发市场，也没有啥的，反正就出去吧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您的关注、长按点赞以及赞赏，都是对我最好的支持。下期再见。